教授啊，在剧中有很多经典的画面，本人印象最深的戏或者是台词是什么？예우선많은분들이좋아해주셨던그이제어른호수에서이제시간을멈춘시간정지키스라고할까요그신이굉장히기억에남고요그리고글쎄요대사들은뭐한잔말같은대사가있었는데首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都记得，好像很多人提起过，就是在冰冻的湖面上让时间停止然后接吻的那场戏啊，其实我也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台词的部分的话예그리고기억에남는대사는제가잘기억하고있는지는모르겠으나흉중생진이라고 예너를기다리다가내가슴에먼지가쌓였다는말인데就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全记得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是汉字成语延伸出来的那个一句台词，叫我现在直译的话是胸中生尘还是生智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为了等你，等到我胸口上都积了一层灰，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我听着头皮都发麻了，你知道吗？听到胸中生智，哎，以后男生去告白的时候可以讲这句台词，哎，一般人家都说我好爱你，我爱你爱到就是什么什么，就饭都吃不下，食不下咽啊，寝食难安啊，以后都说我爱你爱到胸中生智，人家问你哪里来的，都教授教的，每个女生都被俘获。比较好。OK， 我们再来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大越王的远道而来的都教授啊，在剧中有很多经典的画面，本人印象最深的戏或者是台词是什么？예우선많은분들이좋아해주셨던그이제얼음호수에서이제시간을멈춘시간정지키스라고할까요그신이굉장히기억에남고요그리고글쎄요대사들은뭐한잔말같은대사가있었는데首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都记得，好像很多人提起过，就是在冰冻的湖面上让时间停止然后接吻的那场戏其实我也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台词的部分的话예그리고기억에남는대사는제가잘기억하고있는지는모르겠으나흉중생진이라고예너를기다리다가내가슴에먼지가쌓였다는말인데就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全记得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是汉字成语延伸出来的那个一句台词，叫意思就是说我为了等你，等到我胸口上都积了一层灰，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听着头皮都发麻了，你知道吗？听到胸中生智，哎，以后男生去告白的时候可以讲这句台词，哎，一般人家都说我好爱你，我爱你爱到就是什么什么，就饭都吃不下，食不下咽啊，寝食难安啊，以后都说我爱你爱到胸中生智，人家问你哪里来。